相遇及创造，我期待每一次的相遇带来的全新碰撞与创作。我会用你们带给我的这份力量去面对日后的每一个舞台。他们对于艺术的严谨和追求都时刻提醒着我，每一天都要比昨天更加努力。我看到每一个姐姐就像是照镜子一样，她们散发着斑斓的光芒，同时也让我照见了自己。我虽然这么的不同，却能够共同的完成一件大事，就是一股很奇妙的力量。